他事实上一直带着孩子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做演出，那其实我也是非常谢谢他们，可以带我们去很多很多的地方，然后去看见不同的文化，然后看见不同的人，不同的人事物，然后他们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之后，我渐渐的发现到他们在慢慢长大之后都给我很多很多的回馈，反而很多的都是在回去去思考他自己的生活，回去思考他的部落，回去思考他的家庭，怎么让他们的家庭能够更好。所以事实上练歌谣不是更到外面，反而是更到自己里面。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，有时候在所有的演出当中一定要唱有关于自己的家族。现在唱的这一首歌就是有关于家族的歌谣，叫做阿姨阿姨。那排湾族的结婚的歌谣有很多，那有的是站着唱的，有的是坐着唱的，然后有的是喜吉米加就是在跳舞的。那这首歌就是坐着唱的歌，但是我们今天唱的有一点比较快。那里面讲述到说我们是楚鲁虎家族，那楚鲁虎是我们学区部落，是嘉兴部落的，是楚鲁虎的孩子，他们就是楚鲁虎家团。来，是楚鲁虎家团的举手，嘉兴部落的举手，举手举手一下。哎，搞不清楚你是哪一部落的。OK， 他们是楚鲁虎家团的。那我们部落里面学区部落也有阿朗彦家团的，是阿朗彦家团的孩子，来举手一下。卡朗彦，耶，不好意思，我要用泰语的发音。没，卡朗彦不，没，举手没，卡朗彦。泰语的讲母语很像在吵架啊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I Yao Yin》。那事实上，我就是希望孩子不要忘记自己是谁。我们是楚鲁虎家团，我们是阿朗彦家团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很骄傲、很有自信的来唱。那我们前面放了一段自由吟唱。那自由吟唱，我们就是用虚词的唱法。我们想象自己是山里面的一个老鹰，我们从北大武山起飞，然后飞翔。然后在整个部落里面盘旋，然后很骄傲的看着自己的孩子在歌谣里面成长茁壮，然后看到自己的孩子回到部落牵着夫妇的手，然后之后用吟唱的方式回到北大武山，告诉我的祖先说我们的孩子过得很好，他们很用心的在学习古调歌谣。那如果等一下我们在唱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自由吟唱，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们自由吟唱的，跟着我们自由吟唱，但是不要太大声，我怕太难听啊。没有，自由一下，自由一点哈。前面都是哎呀，就自由吟唱，自己有感动，自己有感觉就唱出来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 ？OK， 那如果唱得好的话，等一下票给我哈。我会告诉那个外面的人，就是再加钱。OK， 好，这首歌叫做《阿瑶语》，来听一下啊。
好，这一首歌叫做 I O E、有感觉到有在北大武山飞翔吗？虽然刚才有点跌倒。OK， 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首歌，哎，我们因为我们很难得一年能够来到铁花村一次，我们都准备了200多首歌，其中的300，其中的300首。那其实话不要多太多，我们就听歌就好了哈。那接下来我们唱的这一首。